临终阿弥陀佛来接引时，佛的影像是从西方极乐世界来的，还是自信感召所现的？从相上讲，佛是从西方极乐世界来的；从性上讲，是自性变现的。就看从哪一方面讲了。所以这两个意思都讲得通。两个意思要融成一个意思，那就圆融了。把它分作两级，我们修学的境界不高。真正其入境界，入不二法门，性相是一，不是二。